那么就说未来的一个恩爱一个纪念礼拜，继续的在举办，愿上帝祝福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，能够谢尔把现在这个拿到，哎呀，一样哈，刚才为他说两个讲的，讲的很短，真的是，是真的是很重要的说哈。啊，是在巴黎地方讲爱情啊，怎么着着会慢慢减少，只有彼此互相扶持，彼此互相包容，那才是重要。好，那一样，我们要问我们的同工，郑长老，就是郑长老。上帝使你活在这个世上，你当常常以温柔端正的心来照顾你的妻子高姊妹，你敬爱她，你尊重她，与她生活住在一起，建立基督化的家庭，你愿意继续这样做吗？永恒愿意。哦，开始。好，我们再问高姊妹。高姊妹，上帝是你活在这个世上，你当常常温柔端正的心来照顾你的丈夫郑长老，你敬爱他，尊重他，与他生活住在一起，建立基督化的家庭，你愿意继续这样吗？愿意。哦，太好了。好，你让我们低头来祷告，你们两个请牵手。谢谢爱我们在天上，我们再一次感谢赞美你，主，谢谢你在他们的生命当中，你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作王，使他们到如今能够得以站立，得以建立基督化的家庭，是因为主你的缘故，使那里祝福他们郑长老夫妇的灵魂体家庭都能够兴盛，也那30倍60倍100倍的祝福临到他们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他们两个要在面对面的，他们。
你要向你们谢师，给你直播间吗？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的贡献。